赵丽颖离婚了，大概有不少人感到很可惜吧。毕竟他们是真的甜到过我们，当年知否播放的时候，羡慕他们的爱情，羡慕的不得了，到现在我还能记住那句台词，吾倾慕汝已久，愿聘汝为妇，托付终愧，眼似绵延，终老一生，多么动听的告白啊。明兰说，他若不负我，我定不负他，所以，现在是他负你了吗？赵丽颖从《花千骨》以来一直出演的都是大女主，坚毅、勇敢、理性、果敢，甚至有些狠，有些决绝，所以很多人都说是赵丽颖不要平少峰了，是赵丽颖太爱自己的事业了，是赵丽颖给不了冯绍峰安全感，是赵丽颖一定要离婚，是她把婚姻当儿戏，她或许只想要个孩子而已，冯绍峰只是那个恰好合适的人。即便再理性，她也是个女人啊，其实私下里她也有小女人的一面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可爱，非常软萌，与冯绍峰之间曾经肯定有过真爱，刚结婚的时候，她会大半夜上线秀恩爱，只有内心住着个小女生，才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吧。她说，感谢时间，抚平一切，让故事继续，让如果有结果，配图是两个人，一只狗，她应该也幻想过就这样白头到老吧。如今的结果，应该也是他计划之外的事情吧。冯绍峰真的有太多绯闻了，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他似乎从来都不懂得洁身自好，也从来没有为妻子想过，拍戏的时候他还是会传出绯闻，这让长期异地的两人怎能不心生嫌隙，这才是两人最大的区别吧。结婚之前，赵丽颖和合作过的男演员关系也不错，她与陈晓、陈伟霆、李易峰、吴亦凡都被捆绑炒过 CP, 但结婚之后，她几乎是与所有男演员断了联系，即便是在公开场合碰上，她也很注意分寸，避免传出任何绯闻，或许她觉得冯绍峰也该这样，但人和人始终是不一样的。官宣离婚之后，赵丽颖一夜之间涨粉57万，她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，甚至可以说魅力反而更大了，就连很多喜欢磕 CP 的粉丝也瞬间活跃了起来，他们喊话陈晓，喊话吴亦凡，甚至喊话王一博，说你们又有机会了，虽然听起来很荒唐，但感觉却有些可爱，大家总喜欢安排一样小说一样的剧情在他们身上，大概是因为太喜欢他们了吧。可为什么被喊话的是这三个人呢？原因大家都很清楚。陈晓是赵丽颖在刚走红时期的官方 CP,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向赵丽颖表白，探班聊天的时候会牵手，上节目的时候会亲手喂他吃小龙虾，怎么看都像一对热恋的情侣，甚至有人说他们真的谈过恋爱，但分手的时候非常的不体面，很可能是陈晓劈腿了，也有可能是陈晓家庭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是赵丽颖事业心太强，以至于两人后来从来没有同框过，尽管他们以前的关系那么亲密。不久之后，陈晓官宣了与陈妍希的恋情，他们举行了浪漫的婚礼，并没有邀请赵丽颖，原因可想而知，或许陈晓曾经觉得自己娶到了白月光，可是婚后陈妍希被曝出了不少丑闻，她在台湾的风评更是差到不行，
而他与陈晓的感情也因此出现了问题。于正甚至爆料，有那么一个已婚男星，喝醉酒之后说，自己仍然爱着那个很燃的已婚女星，听起来是多么的一个悲伤又爱而不得的故事。除了陈晓，还有一个吴亦凡，当年的爱丽小吴，凡间引火又重新扛起了 CP 大旗。赵丽颖和吴亦凡是因为一档综艺节目结识的，据说赵丽颖是吴亦凡的理想型。作为归国流量的吴亦凡，当年比赵丽颖要受欢迎，回国之后他的资源一直都非常好，与很多当红女星都合作过，但他一向非常的绅士，几乎和这些女星没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，但他对赵丽颖却不一样。粉丝们说他们是姐弟 CP, 但吴亦凡对赵丽颖表现出来的态度非常亲密，他会主动搂她，会将自己碗里的水果夹给她吃，会主动将她举高高，甚至还会对着她撒娇，而赵丽颖也一直宠着她，任她幼稚下去，隔着屏幕也能感觉到两人很甜，以至于节目结束之后，吴亦凡还专门邀请赵丽颖录制了双人歌曲《想你》，歌词是那么的露骨，不知道真正想的是谁。在2018年的跨年晚会上，吴亦凡看赵丽颖的眼神是那么的灼热，还主动抱了赵丽颖，但粉丝却因此展开了浩大的互撕，他们也因此彻底断了联系。2018年10月，赵丽颖火速结婚，而吴亦凡去了国外，一待就是一年，还被拍到了很多状态很差的照片，人们都说他是为情所伤导致的。自此之后，吴亦凡发布的新歌全都是一些悲伤的歌，疑似失恋。2019年，吴亦凡在南京开演唱会，他现场唱了《想你》。赵丽颖的部分他没有邀请帮唱嘉宾，放的是赵丽颖的原声，而且还踩着五彩祥云出现。巧合的是，赵丽颖曾在微博上说过，她的意中人会身披金甲战衣，脚踏七彩云彩来娶她。直到现在，吴亦凡微博里唯一转发祝福过生日快乐的女星还是赵丽颖。本来以为这段故事永远的结束了，但没想到在星光大赏上，吴亦凡和赵丽颖被安排在同一个沙发上，他们还罕见地打了招呼。吴亦凡全程是那么的小心翼翼，那么的不自在，就如同看到自己的女神一样。在微博之夜上，他们又悄悄打了招呼，一个眼神都那么有故事感，也难怪粉丝一直磕这对 CP 了。至于王一博，完全就是粉丝们的自嗨，两人只是合作了一部戏，应该是很好的前后辈关系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姐姐，对努力的后辈的弟弟的照顾，况且他们有着十岁的年龄差，按照赵丽颖的人设，应该不会喜欢上这样的弟弟。总之吧，一切皆有可能，赵丽颖确实非常有魅力，娱乐圈应该有很多男星喜欢她这一款吧。相信蠢蠢欲动的男星应该不在少数，但还是要看敢不敢追，配不配追她了。至于陈晓，总感觉她的婚姻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，但与赵丽颖也确实已经不配了。他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至于吴亦凡，虽然有很多蛛丝马迹，但也可能曾经真的只是友达以上而已，毕竟2017年赵丽颖与冯绍峰就已经有交集了。至于王一博，能保证粉丝一直友好下去，不互撕，就已经很好了。以后的赵丽颖，估计会一门心思搞事业了，但
还是很期待他们以后的结局。